来的时候我们要说好，欢迎光临。上面这里有什么？保存期限。条码。买东西的时候要逼条码。逼。来，试试看。好。然后把台子都整理得很干净，这样客人才会喜欢来哦。看一下这两个是多少钱啊？这是哪里低呀？哎，我没有带钱呢，怎么办？那我借你。你借我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没有带钱可以先拿走吗？可以啊。不行啊，不行。去买东西一定要有钱。到时候你每天来。来跟我们买东西，你就可以拿这些钱。哦，这么好哦。拜拜。我要一杯咖啡，谢谢你。那这样总共多少钱啊？一杯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先看看多少钱啊。这是我买的，要给我 B 呢。我的 BB 你都 B 走，这样我要怎么 B 啊？那个我好热哦，你是香香哦？对啊，我好热，我就想要买水喝哎，你们有卖水吗？有啊。哎，买这个是它。Hello， 小乔。嗨。嗨。一个水多少钱？30块。30块，来给你。我黑黑的。黏黏，我走走黏黏的，因为我很热啊。好，那我要走了。好，拜拜，小乔。好，拜拜。你先戴着帽子。好，我先戴着帽子。好，那我要走了。好，拜拜。欢迎光临。Hi， you work here？ Yes。Is this Family Mart？ No。No？ Are you sure？ 这里是全家吗？是。这里是。全家，全家，我要买双麒麟，是不是这个？还是这个？ No， 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我要先做的这个圆圆的。在那里，那边多少钱？30。30。这个都给我吗？会不会太多了？不会啊。会啊。嗨拜。Yeah。拜拜！我要哆啦 A 梦的书。这书好像，没有，这里不是书的店。多少钱？你比较冷看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为什么你们可以当店长？你说什么吗？比我们，你没穿这个啊？你问。这个，我也可以当店长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对，可以啊。谢谢，欢迎再度光临。